欢迎到 5mmo.com， 并且输入优惠码 NOX 就可以享有5%优惠哦。Hello， 你好，我是诺斯。好，今天后来了各位介绍一个在这个投篮徽章里面最快可以达到这个徽章一个等级的一个方法。那这个方法的话是启发于这个布朗尼 Gamer 的一个影片，那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点选的右上角的这个资讯卡，然后去观看原影片哦。那我在刷之前的话有些小建议给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你们可以用这样的方法会让自己刷得更快哦。好，那首先徽章部分的话，我们这边快枪手这个一定要金牌的，然后这个我们的这个国家机器这个徽章啊，我跟你讲，如果你有这个国家机器这个徽章的话，它就可以让你动得特别厉害啊。国家机器动得非常的厉害啊，没有啦，没有没有，刚刚前面开个玩笑。那这个的话就是我们这个绿色机器啊，那个绿色机器的话是让我们在这个你只要一旦开始绿之后的话，你可以一路绿到底，知道吗？这样的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好用啊，特别是在我们这个刷经验这个方法来说的话。那另外的话像是苦热开场、稳定型射手以及远程射手三个的话，算是一个辅助型的一个徽章啊。那这些的话我是建议可以带。这八个徽章你们有都好，没有也没有关系，反正就是基本上我这边目前为止刷到现在，我最建议是这样带。那如果之后我们还要带其他的话，我们可以带，例如说像神射手，例如说像是底角三分球，例如说像是得分射手，这些他都可以带。如果你要刷这个徽章经验的话，这些你都可以带。那这边是我个人认为最推荐给大家的这个徽章。那如果想要看我推荐的这个投篮姿势的话，可以点选右上角资讯卡去点选我上一次的这个影片哦。好，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直接开始一场比赛了。好，那么比赛一开始之后的话，我们建议各位的话先去使用这个半场的这个压迫或者全场的压迫，那这样子的话可以有更好的一个机会让对方可以快速的进攻或者是快速的吊球之类的。好，那这边的话我们首先先拿到球，拿到球之后的话先叫一个快速单打，然后我们这边就可以站在这个左边的45度角，右边的45度角这边，那我们这边只要往后面弹一下，那基本上的话我们三分球可以直接进。如果我们在一开始有这个火热开场这个徽章的话，它可以帮助我们在一开始如果得到分数的话，那我们就可以不断的一个进球。那刚其实我没有按的非常非常好，那我们这边再测试一个几次给各位看一下。你的评分什么其实并没有太多的一个意义啊，就是如果你真的要刷这个投篮徽章的话，我先叫快速单打，然后我们就站这边这个地方，然后垫一下，啊，直接投，好球，再一颗。那这个具体的使用方法的话是，当你在这个右手持球情况下，你就按下你的这个加速键，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 R2， 按住 R2 的情况下，然后你把你的这个右边的这个香菇头往另外一边，就是你持球手的另外一边去拨一下，那你就可以，例如说我在这个地方，我就往我的右边拨一下，好，这边出现位置对不对？我们一般来说是可以直接投啦，我们一般来说是可以直接投啊。好，其实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循环啊，就是控球到前场，就是叫一个挡拆，然后往另外一边的持球手做一个垫步，然后你就可以直接这个三分投射，因为那个是一个大空档，所以你只要有绿色机器啊，然后火热开场啊，远距离神射手啊，这些你只要有这些东西的话，你就非常非常容易可以进球。我们就用这样的方式就可以不断的来进行这个得分。好，当我们这个载制能力条直接到红色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直接开启一个全队载制啊。那这个全队载制的话，就是让你的整个人包含你的整支球队啊，都可以直接为你所操控啊。啊，这个操控的话其实就是一个更好的一个情况啊。因为你这样基本上你可以随投随率啊，你就一直投一直投一直投，三分你就有时间就投，有时间就投。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之前在这个 1.02 版本的时候啊，你只能用一次载制能力，因为之后的话如果你这样同样的三分球不断投不断投，你就是不会增加任何的载制能力。我真不知道我是 bug 还是有什么特殊的条件而导致于我没办法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继续进行这个载制能力。然后当你在这个开全队载制的时候，你其实基本上你就可以赶快操作你自己的队友然后往后面走，因为你的队友失误并不会让你产生任何的这个，例如说你的这个投篮的失误啊，或者是你的这个整个队友评分的一个差距啊，所以这个情况下你就可以让他们让对方快速得分啊。例如说你就直接让这个Dan Wade往旁边走，然后 Joey Harris 往旁边走，就是不要守他，然后队友不要守他，放他一个人自由啊，反正你也不会有任何增减啊，对人说你也没有差。
好，那我们今天这整场比赛就结束了，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总共刷到多少的这个徽章点数。好，那这样子的话就是12000。那其实这个方法的话可以从最低大概10000出头到这个最高可以到大概18000左右。这其实之间这个悬殊可能有点大，因为你有时候可能这个手感好，你就可以投个120分甚至130分以上。如果你运气不好的话，就像我今天一样，我仅仅投下这个92分啊，所以其实这个徽章刷起来其实算是蛮快的，而且你这样的一个刷这个徽章经验一个动作。那我们今天这个比赛的话就先到这个地方，那如果各位喜欢今天这支影片的话，那别忘了下方点有别人想要随时关注我们最新的动态，那我们下部影片再见咯，拜拜。